主席、朱前主席、洪前主席、荣誉诸位、王院长，还有我的竞选诸位、林诸位，还有我们的秘书长、李秘书长，还有我们连胜文连副董事长，然后来自全国各县市的县市长、正副议长，所有中央的立法委员，还有我们陆淑美代理议长带领的议会同事们，还有所有现场我的好朋友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我是李梅珍，我是怕，搞我怕干安呢，都等着用的李梅珍。我还在这里，再也不怕。我从高雄出生，在高雄读书，在高雄长大，然后嫁给高雄人。我请假让高雄早点点的。高雄什么囝？高雄十几年来，经过咱的县市合并，高雄的人数无增加，反而减少。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对咱的高雄的无用心，害咱的高雄，到即马竟然人口数比台中较少。咱高雄登基以来，和政治的意识形态，把咱包围住。咱高雄不是咱专门的高雄，是一个正当。感恩这一切的发生，让我成长。当我被提名的时候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我没有知名度。陈其迈先生在当立法委员的时候，我还16岁，我还在读书，我怎么可能知名度会赢得过他？到底我要花多少广告费，我的知名度才会赢过他？我本来很担心，可是这两天我红了。我是目前，全国知名度媒体版面最多的李梅珍，对不对？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李梅珍。我没想到民进党为了攻击一个人，为了打垮一个人，铺天盖地，连国家队都进入陈其迈先生的竞选总部，当成最佳助选人。我没想到他无所不用其极的，就是要打垮一个人。难道支持你们的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不支持你们的年轻人就是白人伊拉西北料？阿里干爹。为什么民进党永远都是做民进党的总统、民进党的市长，是安怎袂当做咱高雄的总统、咱全国的总统、咱市民的市长，对不对？即马上红的话题，大家拢知影，就是我的论文。有国民党，有人跟我讲。因为国民党靠我边啊，这个江主席给我压力，叫我爱断尾求生，叫我一定爱安尼做，这场选举较歹落去。我甲各位报告，恁想唔到呀？梅珍加油！我是一个妈妈，我本来我的囡仔以后做唔对代志，流眼傲的。我是希望我的囡仔以后会当知错能改，所以我必须以身作则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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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外口有囡仔，还是我哪有小三，全部拢有，还是我伫台顶有做生意，未来一件一件可能会得走出来，唔过请恁两个相信我，我伫梅山。我的学历并无重要，重要是咱高雄的未来。咱人口流失，李伟都已经减一色啦。高雄的囡仔到底是要安怎？到底是有希望无？有希望，有希望。人口高雄遐尼无前途，我实在做唔甘愿的。梅珍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高雄加油！加油！梅珍，伊选举的时阵，伊拢讲四年时间无够，搁做四年会如何？为什么咱的四年麻烦这么大？为什么一定要是伊做市长？为什么？我努力啦！敢是一定有庞大的利益？是不是爱高雄负责五千亿、六千亿，因才会甘愿？拜托的，放高雄耍好啦！民进党在选举，哪会晓修理啦？都修理黄俊英老师、韩国瑜市长，今麦我李梅珍，遐尼好、遐尼高修理人，是阿妈都爱搞咱高雄的来修理，有好势？台东电力，阳光、空气、水是人类生存的三大元素。咱高雄人二十冬来，因至少二十冬，咱到即马搁咧买水，搁咧换水，安尼敢对？对。一个一种冻，一种二十冬，连一个上简单阮需要的水的问题。都处理袂好势，咱为什么搁爱回做咱的市长啊？咱高雄是全台湾第二个大城市，咱到即马，咱的人民搁在买水，搁在换水，咱高雄变成全台湾上大的笑话。桥段是什么？钢铁人、复仇者联盟都是快被敌人打垮的时候，主角再给敌人最后的一击，然后逆转胜，反败为胜，对不对？逆转胜，逆转胜！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，一定可以逆转胜。我们现在都没有悲伤的权利。八月十五号，我们用我们的选票完胜他们。加油！加油！自己的高雄自己救。我相信高雄人的心绝对不是塑胶做的。我高兴，我相信我们高雄人绝对是有目睭的。我相信我们高雄人。拜托，八月十五号一定要去投三号李梅珍。
时段。咱的候选人再来讲，应该都有五加七加八千，也无要放高雄线，有这三千亿无要放咱线，刚讲就爱五千亿、六千亿才要放咱线，对不对？对。一个伟大的城市，分布到摇摇摇、如苍苍，咱高雄人拢唔甘愿啦，对不对？对。永安，恁用着真情真心来陪伴着李梅珍，最新的筹划，未来的二十年，咱会打出一场轰轰烈烈的选举，咱会改变高雄的未来，要让高雄一片新的天。清气的天，清气的水，希望大家手牵手，心连心，陪伴着李梅珍。八月十五，咱要让高雄市再度光荣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咱相信天意袂永远是这么暗，咱即马变点。好，咱今嘛来倒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市长选三号，幸福来报道。李梅珍当选，李梅珍当选，梅珍梅珍李梅珍。也是我们。